陷入法界会本尊。本尊的眼亲见了，本尊的面眼是昨天，是明天，是今天。从远离三世的当下，十方法界捎来了消息，像大海的印，无量的红光，摩尼宝珠平等的相遇在本初金刚，本尊的容颜亲见了本尊的容颜。在循行度化的历程当中，莲花生大师有一日在路上遇到了两位释迦族的比丘，他们其中有一位名叫释迦米哲，另一位名叫释迦善知识。莲花王观察两位比丘的神情风采，就确定他们是真实的修行，所以就很欢喜地向他们问道：两位法师，请问你们要去哪里？两位比丘抬眼见到了这位身相庄严的年轻人，就很和蔼地回答说：我们现在要前往扎加尔洞，是在红岩鸟巢的地方，那里整个大地都是由红色的岩石所成，在那里有一位密教的大舍利，名叫扎巴哈德，而这位大导师是一位大成就者，我们现在就要去向他求法。莲花王听了十分的欢喜，就向两位请求道：我是否能够与你们一同前去参访扎巴哈德大导师？两位比丘又高兴同意了，于是莲花王便以这两位比丘来到了扎加尔洞的地方，共同参拜扎巴哈德导师。来到扎巴哈德的屋中，一见庄严的扎巴哈德正安住在禅定三昧当中。这时莲花王双手合掌，向扎巴哈德阿舍利请求道：导师，我是一位密乘的修行，为发起了无上的菩提心，希望能够圆满成佛来救度一切众生。现在我在大舍利的面前向您致上最清净的牲口意来供养，就是献上了哈，最清净的牲口意来供养，希望导师能够摄受我，让我跟随你出家成为比丘，敬请你受戒于我吧。这时大导师用慧眼观察了莲花王，了知他是一位具足殊胜善根的法器，必然将成为一切众生的导引与明灯，所以十分欣喜地开口说道：我是一位密乘的修行人，我所了知的唯有无上的密乘，我所具足的就是一切续部的经典，如果你要在密乘之中修行，我愿意导引你，给予你灌顶，使你成就。但是如果你要出家受戒的话，我却不能够作为一位显教的传戒法师。不过释迦牟尼佛的传承中，阿难尊者与你有缘啊，会在阿修罗斯库当中亲自示现教授，如果你要出家，就到那里向他请求受戒吧。而在这里，你如果你要修习密乘的话，必须先接受基本的灌顶，我可以为你先圆满这些灌顶，让你能够在密乘当中修行。因为如果不经由灌顶的话，密法是不能够传授，也不能够修习的。灌顶在佛法中是取其缘起上的意义。我们这一期的佛法呢，是从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生成道开始在人间传承的。佛法既然是在印度出生，自然会掺入许多印度文化的因素，所以只有如理思维印度文化在佛法中的意义，才能真正的了解佛法的义理。所谓的印度文化就是原来的婆罗门教，
其实呢，所有的文化都来源于宗教。从这里呢，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佛法，什么是佛法升华印度文化的因缘。如此才不会对这期从印度传出的佛法教法呢有所迷惑。灌顶就是源于印度文化，是王子要承袭王位时所举行的仪式。过去龙王太子要继承王位的时候呢，国王便用四大海的海水为其灌顶，表示经过灌顶之后，太子将继承龙王之位，统领四大海，至此已经具足了龙王的体德因缘，到时就可以继承龙王之位。这就像中国的这个王子变成太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吧？中国的皇帝从王子当中选一个太子，然后呢封这个太子的时候，他肯定要举行这个仪轨。那么呢也是一样，这个那么呢印度的文化里面呢，那王子要变成太子的时候呢要举行灌顶仪式。佛法取此意，为接近佛地的大菩萨灌顶，使他们正式成为法王子。为了接近那个佛地的大菩萨们，就是别教里的这些登地菩萨，才有所谓的灌顶啊，使他们正式成为法王子。而后法王子将继承法王的佛位，所以呢灌顶的基本仪式是指十地菩萨或是十地菩萨中的妙觉菩萨准备受法王位时接受灌顶啊。妙觉菩萨呢就是释放诸佛给他灌顶，接受灌顶即将成佛。后来呢又把法王子位分为九地，因为八地无功用行之后，他已经生于佛法之中，准备接受法王之位。法王之位啊，就分为九地，八地菩萨叫做无功用行之位了，他已经生于佛法之中。接下来呢，他可代表法王化身十方，教化十方世界了。莲花王太子问道：“我当如何受此灌顶呢？”萨巴哈德呢导师说呀，在密教中的灌顶呢乃是把显教灌顶之教义转为就近的第一义地，所以正式修学密法必先受灌顶。在密教中乃至现前诸佛的佛果来加持，用果地如来的境界直接摄受我等众生正入于就近果位。从如来果地观察，一切众生都是如来的心子，都是佛子，都是清净音，也皆是佛种。在密教中以代表佛果的上师来授予弟子灌顶，使其直入佛法大海，正入佛处，所以在灌顶之后要安住于佛幔。在密法里面呢它有佛幔这个名词，所谓的佛幔呢就是呢有相信自己呢就是能够成佛，对自己呢就是未来佛呢没有任何怀疑啊，就自认为就是未来的佛了，并不是说现在成就了圆满的佛果，而是呢从这个就近的意义上来说呢，当下就是包含三世了嘛，啊，就是说现在是未来佛也是没有错。佛幔是自身如实成佛的观想，那说得很清楚啊，自身呢如实成佛的观想啊，观想自己已经成佛啊，那么通过这种观想呢就是能够成就佛果。这种观想呢是一种修法，在这种观想中必须了解法界一切都是由空性所出生，所以说呢学习密法呢一定要有懂得大乘的空性慧，没有大乘的空性慧呢，那么这些都是邪门外道啊！你要观想自己成佛了，你不是成魔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定要先破人我执，再破法我执，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就像昨天说的，那个时候说佛也只是个名号，并没有任何的执着，
没有我执，没有我慢。因为佛说我的时候，只是一个符号文字，没有任何的执着。不像我们凡夫，我们凡夫一说我，马上就是自我为师有了，带着邪见，带着我慢。凡夫一说我的时候，都是带着邪见和我慢的。圣者就没有了，甚至说佛也好，魔也好，他都没有这个执着。那么在这个观想当中，必须了解法界一切都是由空性所出生，这个一切都是一切现象了，是空性所生的如幻三摩地与本尊瑜伽观的结合。你必须深刻了解五方佛的义理以及空性的彻悟，来作为观修的基础。这里说得很清楚，首先要深刻了解五方佛的义理，五方佛的义理是什么，以及空性的彻悟，来作为观修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呢，那么呢你观修呢就会找出问题了，否则是没有实效的。在你领受灌顶之后，即当视一切众生是佛。密法里要求很高了，你要当下就视一切众生是佛，要佛满坚固。这个佛满坚固的意思呢，是就是因为他说了嘛，佛满是观自身如实成佛的观想，那么同时也要观众生都如实成佛这样子的。密法里面是有这样的观修，那么即使随时随地自观为佛，不能升起自己是众生的下列想。佛是自觉觉他的圆满者，而佛满的重点在于了知众生皆具如来体性。那佛满的重点呢，是了知众生皆具如来体性。众生现前是佛，所以佛满并非是高低不平等的分别看法，而是视众生皆佛的平等观。要平等，众生皆佛，并不是我是佛，众生是众生，这样的就不对了。这是一切众生皆是佛。以此呢，根本见地，自观自心为佛，现起智慧萨托成报身佛，观想自身升起次第是佛，父母所生的三昧耶身是佛身。你要随时随地安住在这个见地，不能退却，称之为佛满坚固。那个报身佛的相哈，得观出来，成佛了嘛，肯定有圆满报身的这个受用显象。父母所生的那个三昧耶身呢，就是佛身他这个是无二无别。我们说无名实性即佛性无名实性即是法。正如这个菩萨这样说，超越这些境界，这个很高的境界。如果误解佛慢为自认是佛，高于他人一等，这是差别心，和佛无关，是我慢我执。所以说当你呢，你觉得我是佛，那看众生都还是众生，你很快就要完蛋了，你已经着魔了，所以说很危险的佛是空性，是法性，对佛慢是对法性空性的礼赞。从空的角度来说一切法的这个本性，对法性和空性的礼赞，对平等性的礼赞，五方佛这是对佛陀五智的礼赞。莲花王太子又问到，如何才是真正具足五方佛的佛慢呢？萨巴哈德导师说到要具足五方佛佛慢，首先要受持五方佛的灌顶，让我等能转识成智，就是把这个 五种识都转成五种智来，这样的接受五方佛的灌顶那当下就转智了。首先在东方为不动佛灌顶，不动佛所要对峙的即是我们的第八意识。那我以前也说过，东方的金刚萨埵不动如来，金刚萨埵佛尊呢，就是我们的第八识。为什么我们忏悔的时候要修金刚萨埵呢？金刚萨埵尊呢，就是这个东方不动佛，代表我们的第八识的转识成大圆镜智。
那我们忏悔的时候也是把阿赖耶识里面的无量的这个业习种子都给它忏掉，所以说要修金刚萨埵作为本尊来修啊，它是我们的这个大圆净智的代表啊，代表大圆净智不动火。因五方火又代表五大，在五大里面不动火主要是转换水大，将水大的业劫之气呢转成为水大智慧之气。东方不动佛以宝瓶为表意，所以在他的瓶罐罐顶当中呢是要以不动佛的大圆净智转八十成为大圆净智，让所有称信的众生能得到降伏。如果成就心如大圆净般平等，普遍映照一切。大圆净是不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大圆净不是平面的，它是全方位的。它这个比喻了哈，因为这个镜是圆的，不是平面的啊，不是像你们古代那个小平面圆镜啊，这个大圆这个圆呢是立体的，我们的球状的，是不是？全方位的，这个叫大圆镜。平等的普遍映照一切，永不退转，这种平等映照的大智慧力就是成就了不动佛的佛曼。当然呢，你要成就的话，你要先接受这样的灌顶啊，然后呢修这个法啊，修就修这个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呢它是就是修这个金刚萨埵法啊，就可以成就大圆净智。如何才能够真正具足南方的宝身佛的佛曼呢？南方的宝身如来呢，其表意是宝冠啊，属于宝冠灌顶。在修道成就方面，这是对治第七识的染污识，能够将七识转化成平等性质。莫那识，第七识因为有具身我智，具身的法智。他这个法呢也是法我智，那么呢成就平等性质。转地大的业劫之气为地大的智慧之气，同时呢降伏慢性的众生。如果具足佛的平等性质呢，那怎么会有我高人劣的差别见地呢？不从平等见地中退失，才是成就了宝身如来的佛曼。这个是转莫那识，这个莫那识主要是因为有我执啊，我就高啊，那么没有无我了，当然也就是平等了。主要是要破能我执和法我执啊，都是我执，能我执也好，法我执也好，总的来说都是我执啊。这种法我执呢，它是更微细的一种我执，不是人我，人我执很粗大，凡夫的那种我执，能观察到的我执。圣者呢观察到更加非常微细的这个我执，就是法我执，它也是属于我执啊。你们要记住这个话，它这个为什么叫法我执，它是有道理的啊。那西方的呢阿弥陀佛的佛曼要如何才能成就呢？西方的阿弥陀佛一般是以莲花为代表，升起次第至五方佛灌顶，其表征只是金刚杵，属金刚杵灌顶，是要把我们的第六意识呢转成妙观察智，把火大的业劫之气呢转为智慧之气，调伏贪性的众生。如果成就一切众生与缘的平等妙力，具足微妙观察智慧，就是成就了阿弥陀佛的佛曼。那么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第六意识呢就是非常的灵动，调伏这个贪心的众生，贪喜众啊，所以说呢跟阿弥陀佛的缘分也深。那北方的不空成就佛的佛曼呢如何才能具足呢？北方不空成就佛呢，其表征三昧也为宝林，所以呢此灌顶又称为宝林灌顶。不空成就佛呢将转化五等的前五
意识为尘所作之，转风大业劫之气为风大智慧之气，能够调伏一切疑性嫉妒的众生。如果能够成就一切现前事业，不从现前诸佛事业中退转，圆满实证，就能够成就不空，成就佛的佛曼。那中央的毗卢遮那佛的佛曼呢，如何方能够圆满呢？中央这个毗卢遮那佛呢，表称为宝轮，此灌顶又称为明灌顶。毗卢遮那佛将转化我们的第九意识如来藏识为法界体性智，这里有这个说法，所谓第九识，如来藏识转为法界体性智。法界体性智呢，那就是还比这个大圆经还要更高更深的一个智慧，转化空大的这个业劫之气为空大智慧之气，调伏下列愚痴的众生。如果能够了悟一切众生是佛，坚住法界体性而不动转，就成就毗卢遮那佛的佛曼。所以说呢，五方五佛代表五种智慧。密法里面它有讲到法界体性智，好像坛经里没有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六祖坛经里有讲到前世智，但是没有讲到法界体性智。这个很微细因为这里所提了个叫如来藏识的这个名词呢，它极其微细的一种法执，那就是也就是第八识呢转化的过程当中转到那个阿陀那识。有些书上呢它是不讲九识，它是把第八识分成三种情况。凡夫的地呢就是阿赖耶识，到了八地菩萨以后呢它就不叫阿赖耶识了，换了名字了，就是这里所谓的第九识。也有叫白净识的这样的说法。那白净识呢，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微细的法执吧，还有最后一层无明，那么要突破这个最微细的无明。法界体性智，只有这个智慧才是究竟的。那么修行呢，要先从哪里开始呢？先修这个第六识的智慧，就是转第六识成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呢为平等心智，先修这个这两个智慧呢先修出来，最后慢慢的转这个大圆镜智和这个成所作智。那么呢，对于我们这个一般的菩萨来说呢，最后的如来藏识呢，这个法界体性智呢，这不是一般菩萨修的，这个都是十地菩萨以后的菩萨才修这个智慧，十地菩萨以前修不上这个智慧，不可能的事。莲花王于是十分欣喜地向萨巴哈的导师请求灌顶。萨巴哈的对莲花王先说道，在密乘这是需成就五门的共同灌顶，身口意功德事业等五方佛的根本灌顶，是一切修习升起次第愚痴者所必须圆满的。在此之前，我先为你受金刚界的愚痴灌顶。在如实安置金刚界广大坛城之后，萨巴哈德呢安坐在吉祥的法座上。此时呢，金刚二舍利呢，扎巴哈德对莲花王太子说道：“我现在要依次为你广说，金刚乘弟子正如金刚大曼陀罗的秘密仪轨。于此中，我先说明，为了穷尽无余有情世界，拔济利益安乐众生，使他们成就最殊胜希地的缘故。”而进入金刚界的大曼陀罗，在入坛灌顶前，弟子到底是根器或是非根器，不应该挑拣分者。为什么呢？莲花王，因为如果有情众生乘坐了广大的罪业，当他进入
是金刚界的大曼陀罗，不管是见到或者证入这个曼陀罗，即使是随意爱乐，但是只要进入此坛城，则得以满足一切意愿，并获证解脱。莲花王，如果有众生喜爱音乐、歌舞、嬉戏、饮食、玩具，由于不能够晓悟一切如来大乘现证法性的缘故，而进入其余的凡夫诸天族类的曼陀罗，但只要驱入此金刚界的曼陀罗，就能够满足他们的一切意愿。是说他们是指只能生爱乐欢喜，而对于一切诸佛如来不足的曼陀罗境界，心中不畏不敢去入，为了防止他们进入恶趣坛城之门，应当进入此金刚界的大曼陀罗，使一切众生妥时安乐，在最胜西地成就，并由于安乐乐意受用法乐的缘故，能够转化一切恶趣现前之道。莲花王，如果有助于正法的友情，为了一切众生求取一切如来戒定慧最胜西地方便的诸佛菩提的缘故，长久修习禅定解脱的妙法，却出生了劳倦之心，但只要进入这个入此金刚界大曼陀罗，即使是才得进入一切如来果地，将不难成就，何况其余西地之类的成就。那么呢，要进入这个坛城是需要极其殊胜的因缘啊。莲花王太子说，导师，我曾在护法神洞修持金刚界的广大教法，并感得五方佛显前加持。是的，我知道，但是为了圆满利益的传承，你必须接受金刚界完整的广大灌顶，才能成熟一切金刚秘密的西地成就，也才能具足一切广大度众的方便。在扎巴哈德的加持引导下呢，这个莲花王太子先以势力历尽一切如来，他全身竖立舒张双臂，金刚合掌，以胸臆着地，向东方礼拜不动佛阿处如来，及东方一切诸佛口诵真言，为供养诚实一切如来故，我今奉献己身，愿一切如来金刚萨陀加护于我。而后呢，即双手向前金刚合掌，安住心间，以头额顶礼保身如来及南方的一切诸佛口诵真言。接着又以如前金刚合掌安置于顶上，以口唇着地顶礼阿弥陀佛及西方一切如来，口诵真言。再来又如前的金刚合掌从头下至于心上，以顶着地礼拜不空成就佛及北方一切诸佛，口诵真言。接着呢，扎巴哈德以赤色的网绒丝布，上披青灰色的薄布覆盖于莲花王太子的脸上，并令他手结金刚萨多印，双手合并外附二中指，然后以此当胸口诵真言。然后再令他以二中指持着花蔓，以此心真言什么耶哄，令入与曼陀罗中，进入之后口诵真言。诵完了金刚阿舍离，扎巴哈德导师手结金刚萨陀手印，然后安置于莲花王太子的顶上，说道，这是三昧耶金刚严守秘密，否则呢摧如顶严，你现今已得入一切如来曼陀罗中，你应当自观是从金刚智慧中所出生，由此呢金刚智慧的缘故，你当得成就一切如来一切西地，你应当严守秘密，不因为未见此大曼陀罗说此三摩地法。
然后加持三昧业四句之水，便令莲花王饮四水而诵真言。然后再对莲花王说，从今以后您观想我即同密祖金刚手一样啊，就金刚手菩萨一样，我所教示呢，你应当如教奉行，你不应轻慢与上师，免得令你遭受灾祸，不能轻慢上师。做如是语之后呢，扎巴哈德的身相刹那之间幻化，如同密祖金刚手一般，赤焰腾空啊，蓝身晃耀啊，威武的手持金刚宝杵。此时他立即祈愿，一切如来加持，愿金刚萨多遍入与莲花王太子之身。金刚阿舍利扎巴哈德解金刚萨多印诵真言，诵完之后呢，手结愤怒印，吹萨陀金刚印，随其所热，以金刚与自在诵念这个大乘现证百字明真言。金刚萨陀则能够现前便入，自在便入之后，莲花王即产生微妙的智慧，由此加持自然了知他人之性，了悟他人之性，于一切事能辨知三世心意，则能现得坚固，在一切如来的教法中完全消除一切苦恼，远离所有的恶趣，对于一切有情无所惧坏，便受一切如来加持，一切悉地成就，现前得到未曾有的境界，并生起喜悦安乐之乐意。由此安乐的缘故，成就三摩地及总持陀罗尼门，一切意愿皆得满足，乃至成就一切如来的体性。扎巴哈德再手接印名，结于莲花王心前，并诵此真言。再来，则令莲花王太子将花幔又置于大曼陀罗中，以此心而诵真言。花坠于阿弥陀佛之上，这表示莲花王太子将成就为莲花部的本尊阿弥陀佛。就我们也灌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哈，那拿那个棍子往下扔，它就会掉到哪个方位，就表示你是哪个方位是你的本尊。师父扔的时候也是扔到莲花部去了啊，一扔就到莲花部了。坛上的本尊阿弥陀佛忽然化出无边的红光，遍照法界，在光明中显现如红宝石一般的灿烂光明的阿弥陀佛，口中发出五色红光，向莲花王说道：心子，你将与我无二无别。说完之后，刹那间融入莲花王太子的顶上，并安住于心间。莲花王太子自觉与阿弥陀佛同体无二。这个时候呢，扎巴哈德就将此花幔系莲花王顶上，并口诵真言。由此呢，这大金刚萨多将摄受莲花王，令他速得成就。成就遍入之后，扎巴哈德为他解开面纱，并诵此真言。我们那个时候呢，是不是用面纱的？用一块布啊，把眼睛蒙上，没有整个面蒙上，挡住眼睛，绑在这个头上的那种。之后接着诵念这个曼陀罗真言。扎巴哈德呢，令莲花王次第一一观视金刚界的大曼陀罗，并开眼清见可以，一切如来即加持护念此。那金刚萨陀则已安住于莲花王的心中，面见种种光明游戏神通，金刚界广大坛城已了然现观。由于见到曼陀罗以及如来加持的缘故，莲花王亲见了婆伽梵大金刚持示现本行，便见到诸佛如来的实现。从此以后呢，一切广大义力，一切心意所心乐之事，一切悉地成就，都自然的得，还是获得金刚持及如来的果位。金刚总持遍观大曼陀罗之后呢，
扎巴哈德则以金刚杵加持香水瓶灌莲花王之顶口诵真言，并记一手印啊，系花幔于五谷金刚杵上，安放于二手掌中，说诸佛金刚灌顶矣，如以如此灌顶境，未曾如来体性故，汝应受此金刚杵总真言。金刚扎巴哈德授予莲花王金刚密号予以加持啊，这个金刚密号呢就是不能跟别人讲，就是自己知道啊。此时呢扎巴哈德再向这个莲花王说，法子莲花王，你是否爱乐毅力出生悉地成智慧神通，悉地智慧实名悉地智慧，那是一切如来智最胜悉地智慧呢？莲花王太子说，我愿圆满具足一切悉地智慧。这时扎巴哈德则教以毅力悉地承办印制而念诵金刚影像心安立，如因观想在心中，随方观想彼地行，四处即当见佛藏，金刚影像变图画，如因观想在空中，随所堕处乃应观，四处即当见佛藏。金刚影像注意舌，智者随应如理观，自言四处有佛藏，如言随现即真实。金刚影像变所成，如因观想于己身，观其变如随堕处，四处即当见佛藏。念诵真言，莲花王如实地成就了自在受用毅力承办的智慧。扎巴哈德导师在教授金刚悉地承办印智慧和念诵金刚变入所生，以金刚水成金刚形，如因观想速成就，既能与其水上行，金刚变入所生，以随其所意自摄行啊，如因观想彼相应，即得自身同佛色，如前变入己身，以自身即同与虚空如因观想随所欲即得隐身而自在，金刚变入自身性，观想自身如金刚，然后腾涌而高升，即能随意虚空行。莲花王自观一切智慧成就不坏如金刚，能圆满承办一切诸佛事业。扎巴哈德再教授金刚持命悉地承办印智慧，持诵曰：妙月影像变图画，上涌空中随意行，观想双手持金刚，金刚持名得成就，妙月影像尽周遍，金刚大宝如阴观，随其所欲清净胜于刹那间，即腾涌生于净月轮相中，手持金刚妙莲花，观想金刚眼清净，即得持名法成就。遂净妙月轮中，结摩金刚当观想，数持金刚妙巧也，一起持名得成就，然后再诵如是等心真言。一切持名真言乃至秘密悉地莲花王皆自知能总持不二，自在承办圆满。扎巴哈德次则教授金刚如来最胜悉地承办印智慧念诵乔叶金刚三摩地思维遍满虚空界，随其所欲金刚身，一刹那中即腾涌萨埵清净三摩地，观想最上亦复然，获得自在无神通，速即大智得成就，金刚萨埵众所成，不如虚空极广大，坚固随念数几层自身，即得持金刚诸佛影像众所成，将辽阔等空界与一切佛等持门时中，正得诸佛果。
萨巴哈德再诵此如是等真言。莲花王自知法尔本初现前成佛，自观当证金刚如来正遂圣成就。此时莲花王总持如上一切真言密意，而使一切悉地慈悔成办。萨巴哈德又令莲花王数次秘密总持堪忍之法，起初诵持四心的真言，并告诉他们说，你不能违越此四句真言，否则能令你遭灾殃祸，并教授秘密印字。这些教法呢，就是说给你们诵一遍，给你们种下了这个金刚的种子，以后你们就有因缘得到这样的金刚灌顶。这个其实是灌顶的过程。那么呢，师父呢只是给你们预言一下预言一下呢，虽然没有念咒，所以说呢就没有传，给你们排演了一下，但是这个也很重要，你们如果能够用心的去感应你们可能不需要听得那么懂，但是呢能感应，用心去相应，那么以后呢就有得到这样灌顶的因缘。这个因缘为什么有些人得得到有些人得不到呢？就是用不用心的问题了。有些人就能遇到这样的因缘，可以接受这样的灌顶。这个因缘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用心听以后就有因缘得到这样正式的灌顶。说到金刚遍入发生以金刚掌微细子。一切等舍其拍三十尚能作境碍，金刚遍入法相应，金刚妙覆能摧坏，以微细子呵呵时三十亦能遍紧正。即如前遍入法比金刚覆积展数，二覆诸子是遍开，刹那能坏于百足。微细遍入法相应，所以诸子皆等舍。以金刚覆而作解，能夺一切极恶苦。不是宣说秘密成就与金刚如来智慧入身，一切想入之后，安住在三摩地中。然后萨巴哈德再诵如是等心真言。萨巴哈德述语心真言之后，教授本尊四种智印。以此密意告知莲花王说，你应当十分谨慎，不能随便告知去未知此印者，有关的一切也不应明示于他人。为何？因为有情众生如果不曾见到此大曼陀罗，若冲处接印，皆不能获成就因此会心生疑惑诽谤，而招引灾祸乃至堕于恶趣之中所以说要保护众生并不是小气这个秘法呢它有很大的威力，它很特别，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呢如果不小心呢就会遭灾引祸堕入恶趣。萨巴哈德接着说，一切如来萨托成就大指引，先从心智发生以慈音观想金刚乐，自身即是诸佛行，不当观想金刚界，由此才获成就间接的自受及历年一切随意悉能行，乃至佛果不难得，这是一切如来现证菩提印。萨巴哈德则再宣说结金刚萨陀成就大印，以高举相系之处做金刚曼自在事，安住身与心金刚，金刚萨陀即是由此乃一切能变形，一切欲主或妙乐，受力圣色即神通，金刚萨陀等无异，而彼身与心金刚其路图画顺修习具足所有标志印，即作大萨陀成就。初次宣说与诸教能成即彼所成法，诸成就者大事业尽当次第而宣说，日宣当一时分
如因作自加持等诸成就法善作意，然后随遇而自在，然后再对莲花王广说大应成就的疑者。金刚辩入发生以大应所作作疑轨，其应如前法所结，随应观想大萨托。彼至萨托得见以金观想与自身皆应勾招辩入以作敬爱以得成就。萨巴哈德再诵此如是等真言。萨巴哈德呢再诵大萨陀勾招令生起敬喜心，诵三昧耶萨达曲便入背后而悦人，狱中应观萨陀我三昧耶萨达曲。萨巴哈德并教授说，应当自观为金刚萨陀具足一切密意成就。莲花王太子在法加持中自现金刚萨陀极明显广大妙身，口诵真言，手持种种密印，大放金刚光明。萨巴哈德接着宣说一切如来金刚三昧耶智印，并辩说如来施三昧耶圣印，使莲花王太子获得一切智慧身印的成就。忽然从金刚界广大坛城中，金刚萨陀及一切持金刚者放出的光明旋转真言记诵，加持莲花王太子。经说如上诸法印所有清净成就法，于是观想比金刚一切事业皆成就。故此又说诸结摩印皆成一者，先作坚固金刚前二语得银而两分，又是成二金刚印，然后当说皆宜者，作金刚指而平手右手其力以成印，此印名为觉最深，又是即成佛菩提。阿处如来触地印，宝身如来施愿相，无量寿尊圣定已，不空成就施无畏。不是如因经演说所有结摩印次第金刚萨陀等大事，金刚事业皆随转高举四字金刚杵，阿属复如持钩相，然后相应如设法，是善哉相助于心。二手金刚灌顶相，于心浮现悦人心，左手持剑，右射势，复次旋转向口扇，在明空法音中教示一切金刚密成就与莲花王太子。莲花王太子欢喜无量，总持信受。在彩色红音光耀安住之后，萨巴哈德对莲花王说，我现在再为你广说明一切密印结持的仪轨法则。先当你结金刚复印，吹帕自心，口诵真言。萨巴哈德继续说道，我现在再说圆满广大仪则。最初先结自身印，结印之后自印成就萨陀，善观自身而诵真言。由此随其心念真意，既能证得持名成就，欲求最胜成就，应以自应真言，则当圆满成就。现今所说一切都是来自身口意金刚中所作的法尔如是金刚仪轨，若手印加持过于缓慢，或是定意欲闪失而不坚固，则用此心真言令作坚固。真言曰，这个咒大家都知道，这个咒就是百字明，这个是我们那个唐密的百字明。嗯，它是第一个是念蛙字了，本来是我们是念班扎是吧，这个大家会哈，班扎萨多萨玛亚阿曼罗班纳亚，它是念这个咒大家知道，所以我就念一点。
就这一个咒就传过，其他的咒呢就不能给你们念。由此真言的加持，假如有人造作无间的大罪啊，毁谤一切如来及广大的大乘正法，乃至一切恶作，尚能得以成就一切如来应，就是能够忏悔清净。这是由金刚萨埵坚固体的缘故，既能够现身快速，随其心乐得证一切最深成就，乃至获得如来最深洗礼。啊，这是婆伽梵一切如来金刚萨埵所宣说的，现在我在为你解说一切应解脱义者，从一切处所出生的所有一切应，一切处所当自解，诵此心真言。由此心真言解惑得欢喜，获得金刚体，如金刚萨埵一遍诵金刚萨埵随意哀乐诸安乐，禅诵皆得速成就，如金刚手之所说。婆伽梵具得普贤菩萨乘坐如是说，金刚萨埵等大头一切成就作事业随意念诵，于此中于诸事业皆成就真言心印及诸印，随乐修习诸理趣欲教所说及自作皆得成就便一切。这把好的再说明四种秘密供养应以此作金刚歌咏真言。此时呢，阎王太子在曼陀罗中呢，以此金刚赞咏而歌，用金刚舞庄严这个舞蹈，以二手掌及供养花等作供养，并在外曼陀罗即用金刚香等供养之后，安住于本处，以无边大福德力而供养，并祈拜一切如来，随殊胜以香等供养之后，入于曼陀罗中，再以身口意及无边广大供养奉献于大曼陀罗中，并以一切滋味饮食安乐等一切之具使之充足受用，然后受一切如来成就金刚境界。此时扎巴哈德在说，此时一切菩提心住于金刚萨埵手，汝今应当而受持金刚萨埵坚固境灌顶啊，这个就是扎巴哈德在告诉莲花王说，不得说与未灌顶的其他人啊，就不能说，再令他持诵四心真言，并祈拜一切如来揭萨埵金刚印手印啊，持诵真言。从此以后呢，莲花王太子呢与一切曼陀罗三昧耶圣印都能获得自在了。翻译成佛曼哈这个名词呢，只是从藏传佛教里翻译过来的。那其实这个翻译还是不是很恰当的因为这个曼字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很容易让人就是产生误会。这个翻译的人呢，可能他不是很精通汉语，所以呢他就借用这个名词来表达因为他找不到更恰当的名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我们汉地的人叫自信，是吧？所以我们平常说的慢呢，实际上是一种烦恼或者是一种业习。那佛慢呢，这样表达的就让人会产生误会。没有师父教是很可怕的，这个看书就能看着看着就大问题了。这个自信和功高我慢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很自信呢，会被人看到你认为你我慢心很大，凡夫的这种自信呢就会变成我慢，确实会这样子，因为凡夫都有我慢心，他那个自信就跟我慢呢很难区分但是真正的自信和我慢呢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普通的凡夫连小乘解脱道都没有修出成就的人，按照这个方法来修，决定着魔，法是没有问题的，修的人一定会有问题，
啊，你观想自己的，你我执都没有去，你怎么能修这个法呢？所以我为什么说自信和我慢啊？你我慢没有去处的人是不能修佛慢的，你只有慢心没有了，你才有资格修佛慢。这所以说这是密法是很高的啊。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怎么说的？要成就这个空性的啊，没有空性的基础，你根本不能修佛慢。凡夫的自信就是我慢。为什么凡夫的自信就是我慢？因为他就在我慢当中。所以说你看那个世间人呢、啊、只要有本事的人，世间法了解一点啊，成功人士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人，他必定是我慢高大的。打比方他有钱，他有钱是他通过他正确的方法赚到的，他有能力，他看这个事情看得很准，他知道怎么投资，那就赚到了很多钱，他赚到了上亿的钱或者几百亿的钱。那么呢，他就认为你看我多能干，我做的事物都是正确的，所以我赚到了很多的钱。那世间人看到啊，他非常自信。但是你看他这种人，我慢心都是非常大的。那当官也是这样，有些人在这个不断的竞争当中，不断的把别人挤下去啊，自己一步一步的升官啊，升一级他的我慢心就大一点啊。当然了，他会升官，他肯定是比别人有本事啊，是吧？啊，比别人更善于去解决问题啊，或者是能力肯定是他的聪明才智肯定比别人强。即使聪明才智不是最强，但是他拍马屁的水平也特别高，是吧？那也是一种水平啊。你不会拍啊，你拍不到啊，你老是拍到马腿上去了，说明你很差呀、啊。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啊，不是谁都可以会拍的啊。你拍的不好，老领导听的都不高兴啊，听得很别扭，跟吃苍蝇的感觉啊。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种水平，但是呢，这种人毕竟居住我慢心，要不就是清高，是吧？有些人清高是什么呢？看不起那个有钱人，充满了铜臭气的人，是吧？他还有呢，看不起那当官的人，觉得你的当官的人，哎呀，都是是吧，趋炎附势的人，哎，然后呢，他也就开始觉得，嗯，已经对名利淡薄了，他也充满了我慢心，是吧？这叫清高。也是一种大我慢，这就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都是着魔有份的心态啊，这是趋向魔道的一种心态。你不要以为魔是很恐怖的，魔不恐怖，魔时时在你的心中，魔表演的非常的可爱，那你觉得你很喜欢它，它不是鬼啊，不是那种低劣的鬼道的众生，魔是非常让你特别向往的啊，很容易让你向往，凡夫都向往，因为魔比佛好啊。为什么呢？佛是平等的，佛会跟一切众生都平等，跟蚂蚁啊跟蟑螂都平等，魔不是这样的，魔是高于一切啊，我是这个法界的这个老大啊，主宰一切众生啊，都是他的臣民，都是羔羊啊！你们都是羔羊，你们是带罪的羔羊，我是主。你看多可怕，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你只能主了，是吧？那人家都是奴了，你是有主才有奴吗？那众生都是带罪的奴婢，那么你这种心态，你不是着魔了吗？你不是魔，谁是魔啊？啊，这就是魔。但是呢，他也有神通广大，然后呢，他也会行大布施啊，让你觉得他很伟大，高大无比，你觉得他是很伟大。凡夫不知道啊，凡夫就是愿意臣服于他。这是魔，就是这样子的，魔是演的很可爱，让你这个很向往的啊。佛不是这样子的啊，菩萨们都是表现的都非常的谦卑。啊，低调。然后呢，活菩萨呢，任何时候都是跟众生都是打成一片，很亲和的啊。就是他那种平等心呢，只有你去接亲近他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得到。
所以说呢，这个我执没破的人呢，不能修这种法，千万小心。这个观想呢，必须了解法界一切都是由空性所生。这个了解还不是，还要修正。啊，是空性所生的如幻三昧谛和本真瑜伽观的结合，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啊。这就叫佛门啊，本真瑜伽观，本真也是幻化的呀，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空性所生的，空性所生如幻三摩地，本真呢也是一种幻化的，幻化成本真干什么用呢？啊，并不是拿来让你高于一切的，而是拿来摄受于众生用的啊，因为众生还要有一个过程，成就本身以后呢，并不是要让自己很好看，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很庄严啊，然后让众生来顶礼你。本尊呢，他是为了让摄受众生啊，让众生看到你呢生惭愧心的，让众生看到你呢生向往心，促进他们的精进啊，让众生精进的修行，让众生呢能够起大惭愧心。看到佛我们就起大惭愧，为什么呢？你看佛修得这么庄严，是吧？我们整长得这么歪瓜裂枣的样子，起惭愧心啊，就没我慢心彻底消灭。佛阿耶耶耶罗迦藏，毗摩耶萨埵婆拉，扬子卓耶我卓耶。贝玛就那些颂章，科尔多看着马贝果尔，耶耶耶索达卓耶，今夜罗切耶索索，那就得罗金波拉。